して顔がどんどん。这个男人。台剧《伤魂》集结台湾、日本一线卡司，包含傅孟博、邵雨薇、李国毅、饰原准人、田中千惠、周小涵、朱德刚等，将在农历年后正式播出。最新情感片预告中，李国毅、饰原准人和周小涵挑战大尺度的床戏，三人许多的第一次都献给了伤魂。谈起激烈的情欲纠缠桥段，早先周小涵就透露这绝对是他从影尺度最大的一次。预告也可以看到周小涵和饰原准人有多场舌吻与激烈动作，不仅如此，他还霸气地展露逆天长腿，以若隐若现的脚趾头与李国毅亲密接触。你可以去听他们在谈什么吗？結婚しよう。あなたと一緒に日本へ戻ります。我敢无告给。什么都唔知。あなたの家は家族みや。麦多森啊，又是谁呀？过了七天之后，你可以把他